这不就咱们走路上经过那两只大飞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那两只啊。它从这儿走回来了。哦，它已经走回来了，好厉害啊！我不晓得它是走到了哪里。对，我估计它没走到那边。应该没有走到底吧？从这儿一直爬爬爬，爬到上头就是有一片高度比较高，然后再上去就是平的，嗯、然后再转弯，转弯以后就这么走走走，前面就是个湖，湖的正前方就是那个雪山。但是我觉得今天能见度很好，应该挺漂亮的。但是咱们去那儿就不能去 paradise。重点是因为我们吃的没带上来，我们现在走下去。